各位投资朋友，這好早安！我是分析师中国今天是九月二十五号，星期三，现在时间是早上的八点三十分。祝福大家小周末愉快！昨天的台子夜盘大涨了三百三十二点，再过半小时，台积电就准备重返千金。所以其实你去看，很多人候，哎，怎么台股突然间的大涨？昨天的夜盘怎么突然大涨了三百多点？台积电怎么一转眼又要回到千金了？ 其实我就是跟大家说嘛，这完全不意外，因为我们从前一周，应该说我们从上个月，我就一直跟大家强调，连准会降息降两码，绝对是利多，是吧？这就是降息降两码，基本上就能够确保美国经济会软着陆。只要美国经济会软着陆，市场就会去反映二零二五的获利。只要反映二零二五的获利，台积电一定上千，台积电上千。 台股当然会涨啊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所以我就得说今天几个重点啦，就是说今天台股一定是先开高，那开高之后，我觉得是有机会开高再走个小高哦。那等一下关键价会告，再告诉大家。那还有有一点特别需要去做留意，就是说台积电上千，台积电上千还记得之前吧？台积电千元以上的状况，台积电在千元以上，它的这个跳动点数会变。 哦，就是说现在台积电跳一个 tick 是五块钱，那跳一个 tick 五块钱的话，大概就是，哎、欸，台积电跳一个 tick 是一块钱，哦，那等于是说影响点数是加权指数八点而已。但是台积电上千之后，跳一个 tick 会变五块，哦，就是说台积电站稳千元，跳动一个档位就五块嘛。那一个档位五块的话，对比上加权指数的话，跳一点。 就是呃、欸、跳一块钱，就是影响点数四十点哦，所以这边要特别去做留意哦，啊，因为说台积电一块钱是影响加权指数八点嘛，哦，那如果说它一跳是变成五块钱的话，等于是说台积电稍微一个波动，加权指数上下振幅就会变成是四十点，哦，所以这部分要特别去做留意，今天波动会很大。 哦，会非常大，所以就是要去要去习惯了啊，因为说如果说常态千金的话，接下来就会是波动比较大的状态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重点 <coughs>。来，今天几个重点还是跟大家说，如果你有想买全指股的话，全指股的超跌买点快过了，哦，有想买就趁现在。那就像我跟大家说了，全指股让你买的是一个稳健，让你买的是一个。 长期投资不是让你做什么短线，你要做短线，中小型股机会太多了。全指股就让你买个稳定 <coughs>。其实我们在这礼拜一我就跟大家讲了，全指股的超跌买点快过了，你要买就趁现在。哦，所以简单给大家几个数字啦，就是说我们也是讲很久很久很久了，我们几乎每天都跟大家说，台积电一千元以下都不贵。哦，等一下预计开高上去就过一千了，恭喜大家，一千元以下买进。 通通都赚钱，真的全部都赚钱哦！Oh, 我们在节目上一直跟大家说，一千以下不贵，一千以下不贵，真的不贵。再来，二四五四的联发科哦，联发科也是有没有？昨天最高是来到了一千一百九十五块钱。我们在节目上也是每天每天都一直跟大家强调，每天早上八点半我就强调同一件事：台积电千元以下不贵，联发科一千两百元以下。 不贵啊，太便宜了！等一下开高上去又过一千二了，是不是？恭喜大家，通通都赚钱哦，全部都赚钱。那以红海来讲，红海我的看法也是一样哦。红海咳咳它在两百元以下都不贵哦，所以我觉得说，可能今天一开盘，联发科跟台积电的超跌买点哦，就会直接过了哦。所以如果说真的想买的话，我觉得说红海在两百元以下还可以买哦，还算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位阶哦，可以去留意，跟像是广达。 因为广达今年至少赚十五块啦。啊，今年原本从原本的十四已经上修到了十五，那至少赚十五块的话，随便给个十六倍、十七倍的本一比，哦，或者说接近二十倍的本一比，广达至少过两百八。哦，所以还是跟大家说，两百八十元以下的广达都很便宜，它都叫做超跌买点。哦，所以这两档给大家去做参考，因为说台积电跟红海拉上去之后，资金接下来就会慢慢转移到其他另外两档位阶比较低的全资股。 所以，全持股少前买点去做留意。那就像我跟大家说的嘛，台积电只要上千就代表一件事，市场开始在反映二零二五的获利。因为台积电在二零二五赚五十块，你说台积电在今年二零二四预估赚四十块而已。你说赚四十块能够反映到一千块的股价，我觉得这个就太超过了哦，不太合逻辑。但是说台积电明年赚五十块。 反映个二十倍本益比就是一千、哦、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确认说，现在市场已经开始在反映二零二五的获利预估获利好、哦，所以回到族群上，就像我跟大家讲的，二零二五的成长股，现在它会开始涨哦。所谓的成长股就是说，哎，二零二五的预估获利比二零二四的预估获利大幅度的成长，这叫二零二五成长股。这种股票接下来会很强哦，真的会很强。那再来就是低本益比，诶 二零二五，如果说没有出现大幅预估获利没有大幅度成长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只要预估本益比比够低，它也会补涨哦。因为我就跟大家说嘛，在一个降息循环里面，市场的评价会调高哦。可能说，欸、你原本这间公司市场只愿意给你十倍本益比，但是因为降息的关系，市场愿意给你十五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算它订单不变，获利不变，股价也会向上提高哦。所以就两个重点啦。 低本一比，或是二零二五成长股，你说，哎，没有本一比不够低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二零二五只要有成长，它就会涨二零二五没成长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只要本一比够低，它也会涨好，那以族群来讲，车用持续看好。哦，等一下再来讲个股，车用包含说电影投控、湖联、建和心哦等等的这些都看好。再来就是 G B 两百哦，G B 两百即将进入第四期，一定会开始发酵。 三零一七的旗红，三三二四的双红，八九九六的高丽，二零五九的川湖哦，这些全部都持续看好啊、哦，包含像是成名店，哦，这些也是，还有 DDI 哦，新的哦新的哦哦，我们近期没有讲过 DDI 这个族群，DDI 就是面板驱动 IC，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面板驱动 IC 这一块？等一下我再来告诉大家。那总之就是说 DDI 这一块就是，我觉得面板的谷底差不多也到了，群创跟友达。那如果说面板的谷底到了， 面板驱动 I C，它就有机会开始先动。面板驱动 I C 包含天域敦泰、联永、瑞鼎啊、哦、等等的哦，这些就是面板驱动 I C。我觉得今天可以去做留意。好、哦，等一下我们再看个股。来，先看一下今天的关键价。哦、我特别稍微去做备注，因为说关键价就是方便大家去做当天的期货当冲。哦，是期货当冲我都不建议去做流仓，因为说这是昨天的关键价哦，每天都会去做更新。 那如果说以今天来讲，哦，只是用今天今天来讲，二二三零零以下我会去做多。那因为说二二九零零它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区，所以在二二九零零以上我会去放空。哦，今天给大家去做参考。那细节怎么做？等一下我们看八点四十五分期货开盘怎么样，再来告诉大家细节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消息面的部分。消息面的部分，当然说外销订单连六红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状况啦。 哦，就代表说，哎，其实说国外的一些订单啦，对于台厂需求是非常大，外销订单连六红，这也代表说，其实很多的，包含说 AI，包含说组装跟代工，包含说伺服器，包含说散热，这些这些本土的台湾公司，它的获利都有办法持续在成长哦，所以这绝对是好事，就没有问题。那我觉得说，最重要的是这件事，中国人民银行。 就是三猛药，我觉得短期内这可能会有效哦，因为大家知道嘛，就是说中国股市烂非常非常久了啊。如果说认真要讲的话，大概可以说是已经落后了，大概是两年吧，三两三年，有没有？ 这个是一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走势哦。从二零二一一路跌，一路跌，一路跌，一路跌。全球股市在大涨，全球股市在创高，中国股市就是没有创高哦。这是深圳，哦，深圳股市持续在往下跌，包含像恒生有没有？更夸张，香港恒生一路这样往下跌。那包含像是其他的，也都是上证有没有？上证也都是一路往下跌。但是你去看哦。 这一次的首，我就是说这一次就是说，呃，人民银行就是三猛药，降准，降低就是说房贷的利率。那还有首创这个新工具，它这个新工具大家可以去自己去 Google 一下，就是说什么互换便利哦，这个在这边解释不完。就是说它反正就是说有一点点这种概念说，说你同一笔钱。 可以增贷再增贷，类似啊，类似这样子的感觉，等于是说这三大猛药，它能够让中国股市的资金变得非常非常多。就算你经济不好，就算你经济还在谷底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就是用钱砸你股票市场。好、哦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说，这短期呢一定会有效啦。但是长期来看，还是要说哦，中国股市能不能真正的经济出现复苏，才有机会向上去做反转。好、哦，所以你看。 上证有没有？上证是暴涨哦哦，这件事情出来真的是暴涨，这一根长红 K。再来，包含像是深圳有没有？深圳也是暴涨，单日涨四趴。哎，这指数诶指数单日涨四趴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然、哦、暴涨一根长红 K，那包含像是恒生啊、哦，有没有？恒生也是已经提前反映了一大段往上拉，所以短期内一定会有帮助。那当然说。 这对于中国股市有帮助。那另外一块对于台股来讲，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的外溢作用了啊，因为毕竟说我之前跟大家讲嘛，在外资的眼里，外资其实不太会去分辨说什么香港股市、中国股市、深圳上证、台股，其实不太会去分辨。大部分的外资啦，尤其是一些华尔街投资机构，其实它都会直接把它定义成是大中华区的股票市场啊，包含说台股、港股。 中国股市，哦，深圳、上证这些，它其实会把它包在一起来看，哦，大中华地区。所以当呃中国股市出现大量的活水，它连带的一定会外溢到台股这边来，哦，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台股的资金跟成交量绝对是好事，哦，这是好现象。那再来，若隐有讲了嘛，台股不贵，上看两万五千四百二十点，其实我觉得这很合理啦，台股现在真的不贵啊。 真的不过，你看哦，瑞隐说台股上看两万五千五百二十四百二十点，群益投顾，那我们本土的投顾嘛，本土大投顾，本土投顾也说了嘛，第四季指数上看两万四千五百点，这不就跟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是一模一样吗？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说，只要市场开始相信美国经济会软着陆。 台股一定有办法重回两万四千四百一十六，是不是？因为说，其实说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嘛。简单再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说当时加权指数有办法涨到两万四千四百一十六，是因为说它在提前反映二零二五的获利。那为什么说这一段就没办法反映？因为大家担心美国经济会衰退，会影响明年企业获利，所以它没办法反映到明年的获利，就横在这边。那现在因为降息降了两码。 所以市场开始会相信说啊，美国经济会软着陆，只要软着陆，明年企业就会持续成长，市场就会开始在反映二零二五的获利。只要反映二零二五的获利，台股就是上看两万四千四百一十六，是不是？所以之前我才跟大家一直在强调嘛，就是联储会降息两码降下去，市场开始相信美国会软着陆，我们就是两万四千四百一十六点见，是吧？ 哦，近期这样子的走势越来越明确喽、哦。好啦，所以昨看一下昨天的美国股市。以美国股市来讲，道琼继续在创高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纳斯达克随时会创高，我就说嘛，道琼跟 S M P 五百都已经率先创高了。好，那很快的纳斯达克也会跟着往上去创高，大概差两趴距离而已，很快就会创高。那接下来就会轮到费半也跟着创高，因为当道琼。 S 当 S M P、当纳斯达克都创下历史新高，费半不可能不跟上哦，它可能会比较慢，但是长期来看不可能会脱钩哦，所以我觉得说补涨空间很大了。那目前的日本股市哦是比较落后一点哦，日本股市目前是几乎是平盘，没有什么动静。那韩国股市目前是小涨了零点一八趴。所以今天预计最强的就会是台股。 因为台股毕竟有台积电哦，昨天在抢的就是讲台积电 ADR，那又加上说，就像我讲的，你说哎，为什么昨天台指夜盘大涨了三百多点，结果韩国股市好像没什么动，日本股市还平盘，现在甚至还小跌，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，这其实有一部分啦，不能说完全，但是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于说中国的救市措施，它会产生一点点资金外溢的效果。 那它就外移到台股这边哦，所以预计今天台股绝对会是全亚洲整个亚洲股市最强的地区哦，没有问题。那美元指数有没有？就像我跟大家讲的，会有低点啦，美元指数一定还会有低点，在降息循环里面，不要去抄底美元，美元低只会再有更低。那美债值利率短线上，我还是看说它的价格会持续的去做震荡，因为毕竟说现在市场还没有反映到今年会降超过五嘛。 所以短期呢，它还是震荡几率比较高。那黄金我持续的看多，我觉得黄金上看两千八真的是没有问题，两千八百美元。甚至说地缘政治风险如果再加剧，接下来连组会再降息再降下去，甚至上看到三千美元都有机会哦。所以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去买的黄金期货、黄金存折、金条、金块、金项链、金手环，我觉得都不错，我可以去做留意。好，所以总结来讲。 今天的台股，我们就是针对一些低位阶的股票，持续下去做布局。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买哪些的话，欢迎利用等一下广告时间，先打电话进来。因为今天很重要，你今天不买，你明天还是得买；你明天不买，你下周还是得被迫进场。哦，所以把握今天，持股还水位还太低的，今天就要进场，或先加入我们的 Light 小老鼠 W 一七八 V 一七八。下半段回来告诉大家，今天什么股票值得去做留意。休息一下。 好，现在时间是早上的八点四十九分。现在的台指期货大涨了三百四十点以上，哦，真的是大涨。所以等一下再过十分钟，恭喜大家，台积电通通都赚钱，台积电又要上千了。哦，所以恭喜大家。所以还是跟大家说了，就是说你现在资金水位，诶、呃，持股水位还太低的，今天你还是得进场，因为接下来没有什么风险。你现在不进场，可能一转眼。 台股又要去挑战两万四千四百一十六点了，好，所以把握这样的机会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期货有没有？以目前的国际股市来看，日期是小跌哦，啊，日本股市目前还是小跌。韩国股市小涨个零点三五八哦，几乎没有什么动静。那唯一期货哦，唯一台股的期货是大涨了一点四五八左右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以今天来讲，今天因为。 开的是有点高了，稍微的有一点开的过高，所以今天我可能还是会以去抓它的压力点为主哦。所以今天的多空关键价一样是不变啊、哦。如果说真的有来到二二三零零，可以去做多，但今天应该不会来了，来几率太低了哦。基本上不会，基本上只要看二二九零零这个价位就好，因为说二二九零零它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关卡价啊、哦，比较大的压力点，所以在二二九零零之上我会去放空。 好，给大家去做当日哦，今天而已。今天我会去放空，给大家去做参考。好了，我们直接看一下个股的部分。如果说以个股的部分来讲，就像我跟大家讲的，你说，哎，如果说上台积电上千了，还能不能买？就像我跟大家讲的，便宜的时候你不买，偏偏要等台积电上千才问能不能买。我还是这样说，台积电上千能不能买？可以，但是你要等的时间就要再更长。因为如果说啊，随着市场热度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 只要台积电反映到二零二六，也就是后年的获利，后年预估至少赚六十以上，赚六十以上的话，台积电上看一千二都没问题。但这个要等嘛，哦，这个就要时间来等。哦，所以你说啊，上一千还能不能追？我就这样给大家结论，可以，但是至少放半年。你没有要放半年，你就不要买千元以上的台积电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所以参 <coughs> 考。那其他的中小型股，其实就像我跟大家强调的，那这些。 车用 G B 两百跟 D D I，我们现在讲 D D I 好了。如果说以 D D I 的话，就是说面板整个面板产业，它在明年预估会转亏为盈。那明年转亏为盈的话，其实在今年的第四季，它就会开始去反映明年的获利啊。因为说台积电也开始反映二零二五年的获利了嘛，所以代表说很多的股票它会去反映在明年的市况。那如果说面板去反映明年的市况，我觉得底部就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啦啊，因为今年就是面板的最谷底，所以包含像群创。 跟二四零九的友达其实都可以去做留意，就是说它会开始慢慢从底部向上去做翻扬。那当面板的需求回温，面板驱动 IC 它就会开始先反应哦，这个就是一个上下游的关系。面板驱动 IC 算是也不能算是上游，它算是说面板的零组件哦，重要的零组件就有点像说哦，铜箔基板里面重要零组件是玻纤布、玻纤纱。 哦，这样子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说 DDR 这一块可以去做留意，面板驱动 IC 四九六一的天域，好可以去看，跟这个天域跟系创或者说瑞鼎哦这些都可以。但是说如果说以目前一线形来看，是天域比较漂亮，好那之后就看它们族族群性哦这部分持续去做留意。那还有包含像是车用相关，因为说车用相关。 近期的力度非常多嘛，尤其是降息降下去，中国又大傻币，哎，中国大傻币这是有利于车市哦。那美国，美国它降息，这也是有利于车市哦。又加上说，汽车零组件的平均本益比本来就不高哦，所以包含像是说六二七九的胡联。 哦，这也都是持续的看好，因为像虎脸来讲，虎脸目前的预估本益比这个不到十五倍啦，很便宜，虎脸真的很便宜，所以目前都是持续看好，尤其是你去看它的周 K，哦，都是非常漂亮。就是说，你看日线感觉好像哎，你涨了一段，但是周 K 它不过就是起涨的第一根，就第一根而已，哦，这个都值得去做留意。虎脸啦，包含像是三七一五的电影投控。 哦，其实也是，不过说电影投控昨天的现形是收的比较丑一点点哦，所以比较建议说拉回来再去找一个买点，因为我就得说电影投控如果说以它明年的预估 EPS 来看的话，目前的位阶其实也不高哦，可以持续留意，包含像是三六六五的茂联哦，这四档我觉得算是说位阶比较低、比较有机会的车用哦，三六六五的茂联哦，这也是有没有昨天在创一个短线上的新高我就说很快啦，很快就会过它的前高位置，因为你去看。 它的周 K 好，其实也是漂亮的横盘整理，即将向上去做突破。还有包含像是三零零三的建核心哦，这这四档哦，这四档虽然说车用里面，我觉得说比较稳健，又是最看好的四档。建核心也是哦，高档持续横盘整理，其实建核心目前的位阶也不高哦，大概是二十多倍的本一比，但是说对于车用，对于转机来讲，真的很便宜哦，可以去做留意。那你看它的周 K 也是一模一样的概念。 哦，非常漂亮，高冷横盘整理，即将一根长红可以突破。哦，所以湖联、建和、新茂联全部都可以持续去做留意。那再来就是 G B 两百部分，G B 两百的部分，我觉得很快也会涨上去啦，因为即将进入第四季，进入第四季，G B 两百开始出货，二零二五开始量产，它只要去反映到二零二五量产的获利，这些散热股都一定会有买盘开始进场。所以像三零一切旗红，哦，持续看好，目前位阶很低，空间还很大。 三三二四的双孔也是一样，位阶很低，接下来空间还很大。那还有像是八九九六的高丽，其实说如果以高丽来讲，它算是说在所有的散热族群里面，目前位因为整个散热 GB 两百相关的液冷散热位阶目前其实都不高。好，但是如果说以高丽来讲，它是位阶低，而且线形是最漂亮的一档。哦，虽然说它现在,在处置啦，但是我觉得说处置期间筹码反而干净。 反而不会有什么当冲客这么冲来冲去哦，反而是一个好买点。所以高丽，我就是说它进入一个三角收敛哦。那昨天这一根小红 K，其实稍微有一点突破三角收敛了，今天就有机会一根长红 K 上去哦。所以八九九六的高丽持续看好，先行很漂亮。二零五九的川股哦也是一样，持续看好过一千四。那包含一些低比较比较低本一笔或明年会爆发的族群，像是说。 呃，低尾卫星系列的深达科、台洋等等的哦，这一群在明年会大爆发哦哦，我们之之后再跟大家说，反正低尾卫星在明年算是进入一个高速成长周期，三四九一的深达科也可以持续下去做留意。哦。所以今天总结来讲，如果说你的持股部位还太低，一定要把股票去做补满。不知道买什么打电话进来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，下家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视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